你得留下来，啊，留下来学学这场面上的事情。五弟，那要不然我们先回去了。不行不行。你得留下来，啊，留下来学学这场面上的事情。五弟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谁不是从孩子就开始喝酒的？来，沈叔叔，我不会喝酒。必须喝。五弟，你爹是千杯不倒的酒量，怎么能生一个不会喝酒的儿子？怀仁，送你师叔回去。是。哥，师叔，来，咱们回房休息。没喝多，啊，师叔，咱先回去啊。师叔，那你叫程岭啊。他耍酒疯就这样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好好洗个澡，睡一觉啊。赵大侠，刚才那位公子可谓是一表人才啊。好，那是我大哥的爱徒宋怀仁。赵大哥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华山派掌门余秋风，那位是他的公子余天杰，年少英雄啊。这位就是我的新朋友温客行，温大侠。啊，温大侠有礼了。原来是余大掌门和贵公子，久仰久仰，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，得见真人风采更胜传闻呢。大侠，您可是要更衣？别管我，我找个地方脱一会儿。五湖门内勾心斗角，迷雾重重，这于天杰打的什么主意？这世界很酷。